Lina， 我哋今日食咩㗎？我哋喺 V&A 周生生嘅鋪頭咧，揀下我哋 MV 用嘅飾物啦。Hello， 哦，好靚㗎。好尷尬啊！頭先咧，我好由心咁樣講咗個 comment 出嚟，跟住個 behind the scene 哥哥就話一定要我講多次，我冇得講多次噶咯喎！我就係話好欣賞隔離房嘅男明星，覺得佢樣子好可人。我並唔係頭先坐喺度就話死咯，好靚仔啊，點算？頭先咧，我係咧同佢有個 maximum distance， 我係佢行過嚟我就，我冇。你看我而家笑到好尷尬，我上次拍 MV 已經係咁，我次次拍 MV 都係咁噶，所以我係淨可以自己拍咯，跟住就全日自己喺度對住自己著啲古怪嘅衫，但我今日做個人類嘅女人，人類嘅指甲。佢成日 push 我出我嘅 comfort zone。之前咧上一個 MV 佢就話咧，阿 Stanley 一行埋嚟我就咁樣啦，今次真係唔可以忍住，要真係。是不可以抗拒人的接觸，擲偶條件，擲偶條件。我們會有感情的氣氛，不重要的人類的氣氛，是啊，你不要用一個直腦的眼光去看我們拍攝。我們不知道做什麼人類會做的事，人類拍攝會做的事，但是我們不會去廁所。我真的覺得很害怕 Maggie 咧，成日都帶我啲成日自己新友史的地方咧。今天嚟到一個 cafe， 真係好適合做新友史嘅，就是咧個男主角啦，同埋佢個女咧喺度食雪糕。咁我呢啲 twisted women 就喺度睇書望住佢啦。咁睇咩書呢？係睇 photography book， 即係其實係唔需要點睇，即係望一眼，跟住就繼續喺度夾佢咁。真的挺好看的，在一個夕陽的餘暉之下，他真的很 sweet 的，跟住小朋友又勁 sweet 啦，佢哋一路喺度食雪糕，我就要一路望住佢哋嘅幸福，為住佢哋嘅幸福感到高興，真係有啲 creepy 啊！但係係咯，為住其他人嘅幸福感到高興咯，係啊。你而家後邊有幾大排人？好眼瞓啊！我今朝六點開始，聽朝都差唔多。我做演員嘅人生真係好，我都係做，我都係做寫下歌算啦。但係得閒又想出嚟唱下歌咁，即係拍下 MV 咁。可以是否？阿樹又覺得好睇啊！今日食第幾個飯盒？我係冇影到俾個 trainer 睇嘅。食完啦，下一陣咧就翻去休息啦。聽日再見。Good morning， 無情的太陽，打斷了。我们步伐，荒废短暂的夜晚，
把点手放 AM， 其实就是从你张开眼睛，你现在这一个看他的这一幕，你在想要结束我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但是你不知道，所以本来是睡着的。然后你呢，就是你可以摸他的脸，可以摸他的头发什么。曾付出的不曾浪费，没有那么悲伤。我也在学习爱我自己的路上，差一点就变成我讨厌的模样，快的不快的，找一个没有你的地方。不如你不要再来。成长。好緊張，因為我唔識煙，除咗飲得好醉嘅時候。咁今日我哋有限嘅年份啦，你覺得自己表現成點？我覺得表現到咧，好似有個即係需要 immediate attention 嘅情海翻波、精神波動嘅女人咁。所以我今日帶好多朋友聽身邊有啲朋友。聽過你對男主角講一啲攻擊性嘅説話喎，有咩想回應下？因為咧，我今日咧要同佢對罵啦，但係冇收音喎，跟住我要揾啲嘢同佢鬧交啦，咁我就諗緊鬧佢啲咩咧，跟住又唔收音噶嘛，跟住我因為唔係好熟，所以唔知點樣攻擊佢，我就係攻擊你只高大同靚仔啫嘛，你做啲咩？跟住講完之後咧，佢係呆咗，佢話：哦，都係嘅。想同今日嘅團隊仲有咩想講？我覺得大家做得好，希望越嚟越拍得，我希望拍古裝。古裝啊，拍嗰啲航海嗰啲啊 ，Little Mermaid， 古裝嘅 Little Mermaid， 一百幾年嗰啲歐洲嗰啲，跟住之後可以航海，係希望可以航海，架空歷史拍戲咯，希望係啊，拍啲。情海翻波的女人戲 Little Mermaid 收隊，多謝，拜拜，收工了，快走了。